哦，来，阮兜即只葡萄兰呢，我感觉伊大到尾来死，也毋知，它个烂大到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游泳了，而且刚肥一个小块有立人呢，靠腰嘞，小块有立人，歹，我甲赶出来个，我好了。出差去上节目，我就想啊，阮葡萄兰嘞，伊嘛无正经破病嘞，啊，伊只目睭啊只受伤，啊，伊啊感染，啊有啦，小可你认着啦，拜，我今仔头药啊好个，这个、头药啊，这无头袂使，他这边人讲讲红红的，小可发炎嘞，大甲真正足咸个嘞，靠药啊！卖哦，葡萄你过来紧嘞，过来啦，我甲你翕一下啦，来，小块红红你有看？哦，还是真够大个啦，来啦，你看，伊遐足红个无？哦，我感觉这是大甲真正一直大落呢，这叫巨乳症呢。卖去小我立人，要赶快来下那个黄药了。下黄药这个，活性炭先杀掉，啊，等下关掉，救看卖。伊即马空缸稳定性是还蛮不错的啦，但伊迄只本身咯，小可伊大了，我就感觉一直大啦，它就一直大下去怎么办呢？真的啊。我来去出差，差不多一礼拜，但我来上欢乐阮即只葡萄兰的，其他是还好。好，赶快来下药了。